他自己掏，看他自己怎么打上怎么掏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感觉他挺聪明的，他就顺着这一道，对，下面他不咬，把他给咬开，然后整个都开了之后，里面的火腿全都出来了。嗯，给苦瓜做了一个外科手术，剖宫产里面的，火腿给他把它剖出来，就是，哎呦，吃了一大口。剖大夫，捅大夫，剖宫产还得来请这个捅大夫。哎哎，终于知道这边有了啊！好吃吃。对，吃。哎呀，还可以啊，不傻。他已经苦得没有味觉了。漏下去了，我蛋儿。那边漏下去了，乖乖。漏下去了，海带真苦瓜呢，我去。就给你现在给人一种错觉，火腿肠不吃，抱着苦瓜吃，就有这样一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火腿肠在旁边。在旁边在那吃，找了就这都看不见，你看见就这都看不见，在他眼前这一大坨都没看到，他看到了，你这个反应啊，他这个眼有一点瞎，着急啊，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把它给吃完，还有一口，里面还有一口火腿，要把苦瓜吃完啊，别浪费。其实他只要一提一个漏出来，哎，有这家伙到这头，大家看一下到这儿，他舌头把他顶过来了。这智商真着急、啊、太苦了。就这不知道在那边，就这吧，兄弟们，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。没了，还吃不？没了，我们跟这个傻二哈明天再见，拜拜。